二月四日正好立春，又巧逢破五，央视新闻联播结尾竟没有主持人，而是熊猫小 F 四给大家拜年，送来了一份特别的祝福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太阳产房，奥利奥、淼淼、成双、成对，我们四个都是2012年出生的大熊猫。奥利奥是我们的大哥哥，也是班长，没事儿喜欢泡泡澡，超级会享受，看着就舒服。淼淼是小公主，陪伴妈妈之余最爱挂在树上睡觉。成双成对是一对双胞胎兄弟，哥哥成双最爱骑木马，弟弟成对喜欢打架，非常淘气。随着熊猫频道的开播，我们四个成为了2013年度熊猫频道出镜最多的熊猫，被称作是熊猫小 F4。我们四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喝奶、学走路、爬树，虽然免不了打打闹闹，但是我们非常的相亲相爱。摇头晃脑冲去抢吃的却摔个跤，吃竹子的得意忘形直接掉到了沟里，随时随地就往地上打个滚儿。嬉戏打闹是每天必须的功课，不过最舒服的事情还是打个盹儿，美美的睡上一觉。新年到了，胖班长奥利奥、小公主淼淼、白富帅成双和淘气鬼成对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。